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以为我想跟你睡啊？我才是被睡那个，好不好？一生清白都被你毁了。陆迪呢？端在他自己家，难不成你想让人小姑娘伺候你不成？有我贴身伺候你，就已经是你这一生至高无上的荣耀。你昨天一直抱着我在喊老婆，我喝醉了。酒后显真情嘛。哎，话说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哎，他当初为什么甩你啊？是你出轨还是他出轨？你别拿你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之间的感情。那你就给我透露一点嘛，搞得我挺好奇的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姑娘能把你折磨成这样？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眼？嗯，你耍我？这是你老婆？一会儿我跟你去公司考察。考察？你不走了？我不走了。我想了解一下你过得怎么样。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我让高总监来接待你。陆林，我们之间不用这么陌生吧？江总，您恐怕找错人了，我不负责公司的项目，跟你自然无话可说。你知道我不是为了项目。那就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我们需要聊一聊。你打算无视我到什么时候？你是来签离婚协议的吗？不是。那没有什么好聊的。我们之间就只剩下这些了吗？你都不好奇我为什么留下来吗？我不关心。江总，麻烦您让一下，我还有工作呢。你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高姐，嗯，见到陆离了吗？没有，我也在找他。奇怪，这人跑哪去了？看到他，叫他去我办公室，我电脑坏了。好嘞。哎，三更半夜的敲什么敲啊？啊，陆迪，陆迪，我真的有话想跟你说，你快出来，陆迪，陆迪。哎，先生，你干什么？啊？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谁啊？哎。你怎么也来了？保安给我打电话了。哦，那一起。你跟陆小姐是朋友，那该有她的电话吧？你应该打她电话嘛？那应该，陆总，陆小姐，哎，是这样的，这位先生呢被投诉说扰民了，然后他说啊，他也住这儿，跟你们也是朋友，那这个所以打电话叫你们过来确认一下。对对对对，没错，是我朋友。啊，他这两天正住我家里呢。啊，原来如此啊。嗯，陆小姐，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？大家都是朋友。我们不是朋友。不是朋友？不是朋友，那你深更半夜去敲独居女孩的门，这是构成骚扰了，我可以把你交给公安机关处理啊。她是我妻子。是前妻。我们还没离婚呢，我可以随时跟你去民政局。
顾烈，我过来就是为了找你，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冷漠？如果是离婚的话，可以；其他的事情，我就不奉陪了。对不起，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。跟踪你的人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就是黎曼的父亲。 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不用经历这些的。我向你道歉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还有其他事吗？Boss 的游戏 demo 是黎曼删的。我之前不是不信任你，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坚持下去只会对你不利。 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。我不信。你就是因为这些才离开的？这些都已经过去了，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什么新的生活？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以后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。他是谁？ 是我，小师妹，我终于等到这句话了。是不是从此时此刻开始，我就可以正式的从师哥转正为你的男朋友了？是啊，陆林，你不要跟我赌气。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信不信由你。小师妹，前夫、前妻、现任男朋友，年轻人真会耍。